可是真的要走到怀疑人生呢、欸。所以现在这个时间，市场只剩下市场的味道，都没有人。到了，炸鸡。还好他们在那边吗？炸鸡。那我就点一份。羊肉帕玛丽鸡鸡，他呢？羊肉。对，帕玛丽。羊肉帕玛丽。对，他呢？扩张，谢谢啊。감사합니다脆脆的，因为它有酱，肉很嫩，接近牛二两的那个味道，酱的味道。对对对。然后，其他鸡肉就是嫩，重点是它的酱很特别。对，酱很特别。好吃，好吃。